则向城规会申请将火炭工业村东部一带的用地由工业用途改为住宅，提供超过4700个单位。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按周反弹超过1%，修复六个星期的失地。港岛楼价升势近5%，升势是两年几以来最急。开积较大的半新盘回报受压，观塘有新入伙的大型屋苑，800多呎的单位以28000元租出，回报2厘左右。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睇》，我是梁永祥，我是韩佩恒。本港的工业式微，相关的需求不多，但是住宅的供应就不够。最新再有财团计划将手上的工业地改划做住宅地，以赚取更加多的利润。讲紧的就是长实，向城规会申请改划火炭工业区东部，涉及多座工业大厦，未望兴建超过4700个单位，平均建筑面积600呎。火炭工业区有望进一步转型为住宅区。在中州置業的星海提案推出之後，另一個發展商長實又在項目旁邊滘背灣街一帶的工業用地申請改劃做住宅，提供多達4700個單位。城規會的文件顯示，涉及的土地達到106萬呎，當中包括48萬呎的政府土地，東面會去到港鐵的東鐵線路軌，西面去到重頭下路，南至火炭路，北至和寮坑，覆盖大约20座的工厦和货仓。已建的住宅项目地盘面积达到57萬呎，以5.5倍的地积比兴建，当中住宅楼面达到286萬呎，商店等的非住宅楼面超过28萬呎，合共兴建4706个单位，分布于24座楼高28至38层的住宅大楼，平均单位面积608呎。长实回应话，作为东火炭工业区的业主之一，今次拟定一份指示性的发展方案，将会建设成一个花园城市，提供43萬呎的绿化休憩空间，并且同相邻的社区配合，改善周边环境。计划亦都将会兴建一条行人天桥，贯穿整个住宅发展区，连接港铁火炭站，并且会兴建一座小学。长实表示，希望逐步淘汰而家的东火炭工业区。如果城規會批准，將會率先啟動第一期的重建。項目將會分3期發展，其中第一期地盤最細，位於區域的北面，得1座住宅。第3期的規模最大，涉及7個街區。在另一方面，發展局局長黃偉麟接受一個電台專訪的時候透露，將會局部收回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涉及32公頃，將會興建超過10000個單位，比早前建議的4600伙多超過1倍，全部都是公營房屋，不會有私樓。在未來2至3個月就會展開城規的程序，預計需要1年的時間。有關的用地將會在2023年9月由政府收回。住宅供應不足之下，二手樓價近期的跌勢似乎有喘定的跡象。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最新按週反彈超過1%。代理就話仍然不可以太樂觀，因為只是反彈1個禮拜，最新在二手市場亦都再有低價成交。中小型單位樓價止跌，帶動指數按週反彈。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最新報188.34，按週回升1.22%，升幅是29個星期最大，收復過去6個星期的失地，同歷史高位的距離收窄到1.5%。按地區分類，港島區的升幅顯著，按週大升近5%，升幅是2年多以嚟最大。九龍區亦都由跌轉升。至於新界兩區回氣，按週分別跌0.98%同埋0.08%。依家仲未咁，言之尚早，單週反彈啫，唔好企出望咁快脆。如果佢再下週再升，或者下週唔跌，或者以後咧，就依個水平咧反反覆覆咧，咁咧就差唔多，即係話依次調整咧就見揾到底啦。尤其是下星期之後啊，反映聯儲局宣布咗退，即係縮減買債嗰個程序之後嗰個市況，成個港島區都係大幅上下波動。咁啊，今週反彈啫，下週可能再跌啫嘛。但新界咧就企穩噶啦。以單位面積分類，各類型嘅單位樓價全線向上。中小型單位終結2年嚟最長跌浪，按週反彈1.08%。大型單位樓價升幅擴大，按月再升近2%，升幅26個星期最大，係連續第3個星期上升。
今次公布的指数主要反映10月25至31号签署临时买卖合约的成交。指数略有滞后，最新在市场上录得的交易个别再有名站实施的个案。代理表示，马湾珀丽湾13座一个高层衣室，实用530几尺，开即两房间隔，可以望到远景和少量海景。原本叫价700万放售，最新减价12万，以688万转手，成交尺价大约12800元。原业主在2018年8月以658万买入单位，持货三年几，账面获利30万，单位升值5%。不过购买买卖佣金和入市的印花税之后，实际上要到蚀大约7万元。另一宗的低价个案来自粉岭花都广场。消息透露，一座一个高层私室，实用413尺，开即两房间隔，原本开价603万放售，最新减价55万，以548万转让，成交尺价13200几元。代理话，同一个屋苑面积一样的同层两房，近日的造价是563万，新成交的造价低15万，而业主因为要换楼，所以才急于出售单位。不过以2017年的买入价大约450万计算，账面仍然赚90几万，单位升值20%。在租务市场方面，入伙几年的半新盘，特别是大单位，租金明显受压，个别的回报只是得两厘。不过只是因为发展商的定价高，蚕食回报，租金其实都不低的。同样的月租，在观塘租到三房，荃湾就有四房拣。新入伙的项目保养比较好，加上配套较新，一般租务交投理想。不过同时发展商卖楼的时候，普遍以日价推出，导致回报偏低，特别是开积较大的单位。筲箕湾的盈汇二座一个高层三房，实用面积738尺，原本叫租近37000元放盘，在租客讲价之后大幅减租近5000元，相当于13%，用32000元租出单位，每尺的租金43.4元。业主在2016年买入单位，入市价超过1900万，虽然已经过了5年，但是以现水平的租金计算，回报得2厘，低于3厘的理想回报。再近期少少入市的投资者，回报亦都受压。入伙几个月的大型楼盘观塘海汇，三座一个高层 B 室，实用830尺，原本叫租32000元，丢空个半月之后，获得来自另一区的租客查询，在讲价之后大幅减租4000元，即是超过12%，以28000元租出单位，每尺的租金33.7元。业主在2019年初以1570几万买入单位，现在成功租出，回报2.1厘。至于新租客是一对退休夫妇，因为喜欢单位的山景，所以看楼一次就成租。同样的月租，在荃湾的半新屋苑已经可以租到四房大单位。环宇海湾一座一个中层 F 室，实用达到910几尺，比海汇的个案大80几尺，亦都有海景，开即四房一套连储物室，月租同样是由32000元减到28000元，实用尺租30.6元。业主在2014年中入市，一手造价1037万，经过7年几之后，回报达到3.2厘的水平。至于新租客是一个家庭，因为单位阔落，亦都有海景，所以租落单位。
先休息一陣，翻嚟有形社潮流，去到東半山嘅司徒拔道，睇一個充滿藝術氣息嘅放盤，單位可以俯瞰維港兩岸，叫價係點呢？翻嚟節目時間，位於司徒拔道嘅白壁，地勢居高臨下，加上附近嘅住宅距離亦都相當遠，完全冇樓望樓嘅情況啊！大廈本身都有私家路，而且一層得兩伙，私隱度相當高。單位嘅佈置亦都具有藝術氣息，一齊睇下。司徒拔道51号白壁全栋咧，单位就有24伙，一梯两伙嘅，12层高，私隐度非常之高啦，系经过一条私家路咧先至可以上嚟。咁所以其实着重 privacy 嘅客户或者一啲名人咧，都会选择呢一栋嘅单位。参观嘅低层单位实用大约1450尺，大厅有对流窗，室内光猛。饭厅一边望翠绿景致，客厅附设落地大窗，坐喺度可以饱览中半山维港一带景色。海又望到，山又望到。咁虽然低层，但系仍然冇遮挡。你比其他客司徒拔道更加高少少嘅地方，而又未去到山顶咁高，因为譬如山顶嘅地方有阵时会比较大雾少少啦。咁而呢度咧，你享受到清新嘅空气，同埋一个非常靓嘅永久海景景观咯。业主系外籍人士，享受喺屋企生活。所以花了不少心思去装饰屋企，全屋的家私都是由他在世界各地悉心挑选。客厅的音响价值7位数，业主还在全屋不同位置展示珍贵的画作，摆设收藏品，令到室内充满浓厚的艺术气氛。喜欢煮嘢食的他还经常邀请一大班朋友离开 party 聚会，对于厨房的设计和煮食设备都非常有要求。开放式设计，有充裕的备餐空间，附设高身酒柜，甚至还有切肉机。厨房隔离是饭厅，原职是一间客房。业主拆了扩大厅的空间，还放了一张大圆台。尺寸对于一个人住的业主来说或者是太大，但用来宴客就非常合适。单位变成两房套，主人房大约250尺，至中放了双人大床，同客厅一样向北，外望开阳维港景。在大窗隔离有电视机，业主善用房间墙身展示大型画品珍藏，房间另设高身入墙衣柜，套厕开即呈长形，大约50尺，附设企缸等基本洁具，整体保养良好。业主将客房用作工作间，虽然冇海景，但就有两边窗，空气相对流通。房间大约180尺。同时容纳书台、大单车、梳化等，仍然有充裕的走动空间。最后看埋客厕，尺数和浴室设备都同套厕相若，但就冇窗，属于客厕。代理话参考翻邻近新盘，以至同大厦最近的破顶成交，认为单位的开价合理。啊，呢一度系都系一个非常之好的豪宅地段。呢一度嘅樓盤都係十分之矜貴啦。譬如喺下司徒拔道咧，其實近排 Central Peak 都有個成交，其實圍翻咧差唔多95000蚊一尺噶。咁而再上一啲咧，喺 Manicholson 咧，其實差唔多14万一尺啦。咁所以其實喺呢個地段而有6万蚊一尺咧，係非常之抵嘅一個選擇咯。
白壁今年嘅10月21日啊，咁係11楼 A、B， 咁大概係3000尺嘅單位咧，係成咗2亿3380万，咁圍翻大概係61000蚊尺嘅。睇翻11楼 A、B 個成交價，佢都見到個市場係好熱切啦，同埋個升幅都非常之高。代理又話：大廈放盤同成交向來都唔多，業主多數比較惜售。呢棟大廈會放售嘅單位真係唔多，好多客人都非常之中意我嚟自用啦，唔急於去放售啊，因為佢哋都非常之睇好，其實之後嘅市場會更加升得多啲。咁所以而家如果呢一棟大廈嚟講就只有呢個單位咧係放售啦。白壁樓齡大約47年，以放盤單位為例，每個月管理費大約5500蚊。屋苑附設大平台花園，住客可以一邊散步一邊欣賞風景。大廈車位配套充裕，住客主要靠揸車出入，前往金鐘大約10分鐘。屋苑對出仲有巴士前往山頂等地。今集先睇到呢一度，敬請留意下星期營社潮流。每逢租住新的單位，因為不清楚上一手租客的生活習慣，想安心一些，最好就是自己清潔一下。廚房、浴室以至冷氣機有不少位置都可以隱藏細菌，如果不想用化學品清潔，有什麼方法呢？不少租客在搬入单位住之前都会先清洁一下，除了消除过敏源，都希望住宅的环境洁净安全。尤其在疫情期间，他们更加特别关注浴室的卫生，因为始终都是一个很贴身的一个环境，住户都非常之关心，特别是一些经常去摸的地方，譬如水龙头、星盘、浴缸、座厕的板，可能上一手都坐过的。马桶里面除了有很多细菌之外，特别对比较 concern 就是一些异味，水垢或者铁锈其实都会积在个厕所周边。利用热蒸汽机喷出超过100度的高温即时消毒，除了可以将污垢溶解，还可以去除细菌的异味。熱蒸氣更加可以用嚟清理浴室牆磚掃口位常見嘅污漬、霉菌，成效比起用布沾漂白水去抹更加明顯，清潔過程都相對安全。好多時候有啲窿罅位其實可能你用布啦，或者甚至啲軟刷咧，都未必做到嘅。咁用熱蒸氣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嗰個滲透性比較高啦，短距離嘅一個高壓，係將啲毛菌去溶解，同埋就做咗個殺菌。就算係用一啲普通嘅清潔劑啦，甚至用漂白水都好啦，好容易會令到瓷磚，甚至就係可能附近嘅一啲結具咧，會有一啲輕微腐蝕啊，因為始終都係一啲漂白成分啦。咁所以基於一個安全嘅考慮咧，其實點解用熱高温咧？就是、第一，完全係一個零化學品嚟嘅。確保就係施工嘅時候環境會比較安全啦。咁第二咧就係喺清洗嘅過程可以提倡多啲環保，減少使用嗰啲化學品。除咗浴室之外，每日幾乎都會用到嘅地方仲有廚房，煮嘢食、放各式各樣嘅食材都會令到爐頭、抽油煙機等容易積聚污垢。Keith 建議揀用比較天然的清潔劑去清洗這些電器，尤其是雪櫃內籠，避免被化學品污染食材。做盤一般都會連冷氣，由於牽涉空氣循環系統，所以有不少人都會擔心冷氣機裡面藏有細菌，令到散發出來的空氣會帶有異味，甚至影響健康，所以特別在疫情期間，比較多租客會關注冷氣機清潔。始終你不知道上一手用了怎樣去使用它，我們遇過甚至可能就是近廚房的一大陣油煙味，有些用家甚至在家吃煙的話，一打開吹出來就有一陣煙味，所以如果對於一些比較敏感的人士的話，其實他會比較擔心，就會特別需要要求要做這樣的清潔和消毒。时下不少楼盘都会外连露台或者工作平台， Keith 就提醒，即使租客很少用到，但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为了避免细菌在地砖上滋生，入火之前需要彻底清洁地上面的污垢，还要留意去水位是否畅通。露台最主要我们面对的情况就是地砖可能因为长时间使用都会累积了很多污渍，甚至可能有时打风落雨沙泥都会卡住在瓷砖甚至一些我们的去水位置。我们最主要就是去处理这些砖上面的污渍，通一通过去水，等将来有一天譬如可能真的要打风落雨的时候，水都不会积在这里而倒灌回屋。看到这里大致上就完成了租盘入伙前的基本清洁了。如果想再安心一些，时下都有简易技术净化室内空间。在疫情底下，现在很多客户都会非常关心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不同人士出出入入已经是做了个表面的清洁了。但对于空气上面这样处理呢，其实我们在最尾做完所有东西准备要撤离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叫空间式的消毒。我们会用到一些电动的喷雾机配合一些纯天然的消毒药水，是令到整个空间我们做一个雾化的处理。所以呢就整个天花板墙身窿窿罅罅其实都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消毒药水，做到一个杀灭的效果。它不含有任何的一些有机溶剂，包括酒精或者一些挥发性物质。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应用在墙身和天花板的时候，就不会令到原本或者一些新的油漆是剥落咯。今集先看到这里，下个星期带大家参观一个两房设计单位，实用400多尺，特别之处是业主养了一缸水母。设计师所以拿到灵感，利用家私的外形用料配合单位整体用色，将屋企打造成一个海洋世界，效果是怎样呢？敬请留意下星期家居致富。观众如果想参加睇楼团，想我哋帮手验楼，甚至想委托我哋揾铺，都欢迎电邮俾我哋。各位，今晚我哋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拜。